婉如，别走！哎呀哎呀哎呀！你摔了没有？哎，没事没事没事，我要缓一下。哎，我手机都摔掉了，我天！我扶你起来吧。哎，没事没事。哎，我踩到这个草了，这个，哎呀。这还是湿的呢，你草上面还有水。哎、对，踩滑了踩滑了，没事没事，我缓一下就行。哎呀哎呀，没事没事。哎，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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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你坐一下吧，那个凳。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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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你忙你的，没有，不用管我，没事。哎，我缓会儿就好。这不小心踩滑了。你要小心一点，地面挺滑的。哎，你这是啥呀？你这是这么大一堆，你这个是？我在抠菜西。抠菜西，是啥东西啊？那个折蟹，折蟹，它那个学名。哦，你们方言是吧？对，我们这儿叫它菜西。哦，哎，我下次搞懵了。我们反应过来，我们这儿说惯了，然后都说的是抠菜西。你这这么大一堆，你这儿出来多久了？啥时候出来的？六点多，六点多天都还没亮呢，六点多。微微亮，还是看得见。你爸呢？我爸在另外一块地方。哦，在上面是吧？对。哦，我就说咋你一个人在这儿，这个。一人一个方位吧。哦。你这儿还是弄了好几个小时啊。好，都才下午呢，不久。行不行？不行，每年都要扣的，还不开心。你这全部靠手势啊，你这个。嗯。你这还是干了好几个小时了吧？六点多的话到现在。但是我们要一定要吃晚饭。你这个手势是痛没有？你这一直这个就保持这个动作一直弄的话，你这个你手很痛吧？不痛，痛什么？都习惯了。啊，我看看。经常这么做，每年都。我看看，那手肯定弄红了嘛？你这一直弄的话。没有，真没有。没有，你这没红吗？你这人没红吗？没有。一个小姑娘，你这个本来就应该这个是这个年龄的手不应该滑滑嫩嫩的，弄得还在帮家里干活呀？你说爷爷奶奶岁数大了，也不可能让他们来下地里呗。就我和我爸爸两个，做的也挺多的，都在家起，然后每天来给你下活。你咋不给我打电话呢？你下次有这种事儿，这个。家里面这么多活的话，这个你们两个人弄，那得弄多久啊？你打个电话，我协调一下，看他们哪些人那个工作不忙，过来一起帮帮忙嘛。这两天就搞完了，你们自己搞的话，得搞好几天呢。自己家的活，我爸爸妹妹干，没事。我这回去安排一下，我这回去看一下小侯他们那个工作这个安排忙不忙。我接个电话，喂，小雷。哎，喂，杨总，有个事儿要跟你汇报一下。你说。就是明天咱们公司不是要发那个工人工资嘛？嗯。然后刚才我去财务室跟那个刘姐看了一下，咱们公司现在账上还有80多万，但是明天发工资都得发60多万。但是后天是张总他们那个器材租赁费跟材料费他们的最后结账日期了。我说要不就明天工人工资暂时不发，先把老张他们那边的账结了。嗯。那个就是机械租赁费还有材料款嘛。对，这样你跟那个刘姐说一下啊，你跟说一下，你让她下午把工资条打出来，咱们这个工人工资包括管理人员工资该发咱就照发，好吧？那个我现在在外面有点事儿，那个我下午点回来之后那个协调一下，不行的话从重庆那边先项目其他项目调点资金过来，先咱们工人工资该发就得照发，好吧？不要去拖，你跟刘姐说一下，让他把工资条打出来，然后下午让他们每个人过来签字，那个领钱就可以了，好吧？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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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行，辛苦一下啊。啊，嗯嗯嗯。要不我帮帮你不？你这一个人反正也无聊的。不用，你也不会啊，你帮我。我学着就会了嘛。没事，弄得手挺脏的。杨总，你陪我回去一趟。我陪你回去一趟。啊，我拿点东西给你。你这就不弄了，你这还这么多呢。要呢，这肯定要弄嘛。我等会儿过来弄，耽误不了多久，等会儿就过来了。嗯，行，你走吧，你回去拿东西就先回去拿吧，待会儿过来那个我也学习一下。好，你小心点哈。没事，走吧。哎，这小姑娘就是会养花，养这么多。哎，这给你。这啥呀？这我从小的压岁钱和我这两年打工存了一点点，大概有3万多吧。嗯，你拿走。
你给我这些干啥？不用不用不用，你莫名其妙突然给我一下这个干啥？你拿回去给我干啥？赶紧收着。我主要是你们干工程的嘛，可能年底收款都可能有点困难，而且刚刚你们打电话我也听到了，就说我能帮一点就一点吧，虽然说不多，但是这也是我的全部了。你收下吧，收下吧。哎，不用宛如，哎，我刚才打电话确实可能被你听到，但是真不用，好吧？那个是我自己的工作上的事情，虽然说可能现在遇到一点困难嘛，但是我相信呢，那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普遍的都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我也能解决好的啊，毕竟也摸爬滚打了这个十来年了，真不用，你不需要你来这个出这个钱来帮助我，好吧？那也是我工作上的事情啊，我能解决好。你不要担心，好吧？不要太过担心。你赶紧收着，咋会用到你的钱呢？赶紧收着。再说了，你这个钱，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对吧？压岁钱也好啊，还是说这两年这个打工挣的存的，对吧？你自己辛辛苦苦节约起来的，你就留着，自己该想吃点什么就买点什么，想穿点什么也不要节约。家里面，对吧？爷爷奶奶还有爸爸那些，平时也吃好一点，也不用那么辛苦，对吧？我想说，能帮你一下就帮一点嘛。哎，真不用，真不用那个。我自己呢，工作上的事情你相信我，我能解决好，而且我现在已经想好了解决办法，不行的话我就从重庆那边项目其他项目调点资金过来先应应急嘛。你放心放心，我已经有解决办法了，好吧？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再说了咋能用到你的钱呢？赶紧收着赶紧收着啊。嗯，虽然说这个但是宛如刚才你的这些话，然后你的这个做的事情，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温暖，也特别的开心。因为以前我自己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就扛着自己往前走，什么事情什么后果都是我一个人去承担，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好像从今天开始有人跟我并肩同行了，有人陪着我，有人能去帮我分担，所以说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温暖。嗯，我也想发自内心的跟你说一句，宛如，谢谢你。